吴姐是在吴节路啊，现在啊，你看这个吴节路上呢，已经挂好了圣诞灯饰了，只等着圣诞节的到来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是去过屠妖节哈、啊，我们要去总统府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准备要进去伊斯坦纳，就是总统府了。今天我们来的时间比较晚一点啊，所以人比较少，没有像往年那样排队。哇，太好了，我们走这条道。好，我们进到总统府了。现在我们进入到总统府了，刚刚进来哈，这一条林间大道。旁边呢都是高大的榆树。OK， 我们往前走哈，左边这边呢大草坪，那边呢就是天鹅湖，待会儿我们去看一下。现在呢，红姐是进来到了总统府啊。今天是2023年11月12日，今天是屠妖节。屠妖节呢是印族同胞的重大的节日，在这里呢，我祝印族同胞们屠妖节快乐 ，Happy Diwali！ 灯哎要怎么样？这个手要这样子。新加坡总统府每年有5个开放日啊，就包括农历新年、开斋节、劳动节、国庆日和屠妖节。现在已经是4点多了啊，总统府开放日呢是从早上，应该是8点半就开始了，到6点。所以呢，期间呢有好些表演，估计我现在已经有点晚了，估计是看不到了。而且呢，这个云也起来了，好像刚刚打雷了，没事了，我们就看一下。哎，天鹅湖，我看到天鹅了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看到天鹅，大的天鹅，好肥呀！既是椅子，也是艺术品。是不是要换岗的？今天呢，看看啊，能不能跟我们的新任总统拍照啊？哎，真的哎，红姐有2次非常的幸运，跟我们的总统拍照。第一次呢是2016年，在农历新年年初二那天，我们来总统府。来看呐、来参观，然后呢，正好碰到陈庆元总统，出来跟公众合照。等我回去找小报纸，看能不能找得到那张照片。还有一次呢，是我忘记哪一年了，是哈利马总统。那红姐呢，还很幸运哦，跟总统握手。哎，我也回去找一下照片，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啊。如果找得到，我就修出来 ，OK。屠妖节快乐 ！OK， 我们往上走哈、在大雨前，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总统府走一圈啊。轰隆隆的雷雨声，OK。我们童子军在跟公众做讲解。很多表演，有很多活动。这个应该是总统府的日本花园。哎呦，这个雷打得好大声啊！这边有个大棚子，应该是给公众休息呀、看表演的。哎，老曾记，
在售卖一些食品，新加坡品牌哦。OK， 小朋友跑得好开心哎，已经表演完了，已经在收拾了啊，表演完了，在收拾了，来得太晚了今天，中午一阵困，影响了我今天的行程。看到副官在这里了，感觉总统是不是快要出现了呢？我们先找个地方坐啊，地方坐。现在我们坐在大棚子里头。我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总统吧，等一下。小朋友表演完了，他准备回去吧。人群一阵骚动呀！总统来了，总统来了！总统来了。元首真的是非常的亲民啊，然后人们里三层外三层，我估计我挤不过去。尚达曼总统和夫人一起接见公众，跟公众亲切交谈。我们总统的幸运水果就是黄梨。总统真的是好亲民啊！记者小哥哥也辛苦了哈。我们在这里排队哈，我们在这里排队，等一下要跟总统拍照。我不跑过去了，因为我要跑主楼，我就在这里远远的拍一下。好，我们继续往总统府的主楼方向走去啊。总统，总统夫人。OK， 哇，黄梨，副官们。OK， 我们要进去了，我们要进去办公楼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总统一到啊，这个旗帜就飘扬起来了。OK， 我们要进去参观，进去参观一下。OK， 我们买了两张票。下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主楼、主办公楼去参观。光是一首华文歌曲，唱得真好啊。
帕瓦里，涂鸦节快乐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。